警方凌晨發稿話，大批暴徒再次喺全港多區有組織咁破壞公共設施同目標商鋪，襲擊警察同堵路，強烈譴責暴徒目無法紀嘅暴力同破壞行為，重申絕對唔容忍任何人為咗達到任何目的而訴諸暴力，必定堅決採取執法行動以回復社會秩序，並且對所有違法行為追究到底。